开一个家，今天随便搞了点，因为好饿，也不知道吃啥，我就买了一些关东煮，还有几个饭团，然后煮了一碗面条，这是我最后一碗炸酱面，吃完再吃，最近吃太多了。最近比较爱吃炸酱面，胜过火鸡面。有点烫，有点烫，亮一下。我还是比较爱吃原味的关东煮。那个豆皮很好吃，吸了很多的汤。里面包的是鱼子。哦，好好吃啊，这个负担。这种鱼饼还是稍微辣一点好吃。其实我本来想去吃火锅的，但是没有人跟我一起，一个人吃感觉有点吃不完。哎，煮的真好。今天真的很饿，我早上10点起来，然后化了个妆，化到12点，然后上两节课，上到三点，然后回来4点，现在已经马上5点了，多吃一点没关系。还有一个饭团，这个是奥尔良饭团宝宝，好像是这个名字，特好吃，里面一个鸡蛋，然后一个奥尔良的那个烤肉，睫毛掉了，好像这边的睫毛容易被下睫毛粘着。还剩一个这个，两个我们也当早餐吧。